少少易救，但係唔影響。阿星幫我撩咗佢，幫人撩船啦。我而家講得嘢㗎，我而家講得嘢。嗱，剛才咧第一個 step 咧就係睇下有冇意思，而家第二個 step 咧就係塞嚿棉花入去。咁現在咧，我嘅耳朵咧已經俾啲奇諾膠填滿咗啦。如果可以咁樣瞓覺咧，個世界都幾靜。已經完畢咯。嗱，呢個感受少啲。我掂唔掂得嘅？可以啊，你點掟都唔會爛噶啦，依家。我咁大個人都唔知，我對耳仔原來係咁樣，佢連我啲耳屎都抽埋出嚟。咁啊，期待嗰個耳機出現。點解有個吉他 M 嘅箱嘅咧？犀利啊！真係，今日咧係一個私人嘅派對咧，就係派發呢個全球首批嘅 Fender CM。小弟咧就有幸咧就係頭一批嘅。咁今日咧就係大家咧就可以見到我嗰對 Fender 嘅 CM 耳機。打開睇下先。嗱。為了隆重其事咧，佢最隆重咧就係有兩張製作人嘅即影即有喺裏面嘅啊！咁等你知道咧，嗱係我幫你整噶，咁樣真係有心思啊！咁不特止都仲要咧，嗱有一個盒啦，個盒咧係有司徒師傅個名喺度，司徒師傅個名喺度嘅。另外仲有鎖匙扣 ，Fender 嘅鎖匙扣應該係我老婆會想要啦嚇，咁我就所以咧呢、這個盒裏面咧嗱呢啲咧就俾我老婆，啊呢、這個就係我嘅，係呢度撳落去，跟住下面再咁樣叫上去，係啦，即係好似我哋影相嗰啲防潮箱啊，咁你見到這個呢個咧，我係專登揀嚟黑色。銀色字嘅，點解要咁樣揀咧？就係話俾你聽，因為佢有七隻色啊！轉頭我哋影嗰個 product shot 咧，佢一塊板上面有曬七隻色，唯一我呢只咧係銀色字嘅，話明係 CM 嘅耳機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定要戴上去睇下舒唔舒服啦，啊，費事個病揞住嗱。我的耳仔就是這樣的，大家看到好沒有私隱啊，耳仔洞的弧度都已經出來了，我第一次戴 fit 自己的 CM， 即是這對是我自己做的第一對 CM， 然後是直接轉了進去我的耳洞的深處，試一下這些，哇，是塞到吞吞含兼是舒服的，喂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咁咧，我自己咧就帶埋 player 嚟試噶啦。喂，不如咁啦，因為現場咧有非常之多嘅嘉賓啦，咁啊要拍其他嘢，我個聽感咧就下一集先至出，我哋分兩段。總之我而家咧就拍嗰啲 product shot 同埋開個箱俾大家睇先。